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8年4月14号，星期六，农历是2月29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们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是卢台长吗？我是卢台长。卢台长，我想叫你看一下一个，我身体一直不好，我是1959年个属猪的。59年属猪的，我看看啊，59年。卢台长。哎，我在看呢啊，59年属猪的。嗯，你想看什么，老妈妈？卢台长，我怎么听不出你的声音？老妈妈，你想看什么？听到了吗？我要看我的身体。身体啊，哎呦！我身体一路不好。哎呦，你听我讲啊，你的身体啊，主要是什么？第一，你的身体啊，老妈妈，对啊，肠胃很不好。卢队长，我怎么听不出你的声音啊？我太激动了。你的肠胃很不好。哦，我打给那个谁去，卢队长。哎。喂。听得见不啦？喂，卢队长。哎，你听得见不啦？卢队长，我听不出你的声音，怎么啦？你听不见我的声音啊？听不见你的声音，卢太太，就轻了不得了，我听不清楚。哦，听得很轻是吧？是啊。很轻，等等啊，这没办法了，真的是，很轻。卢太太。哎，听得见不啦？我听不清楚你的声音呀、啊。老妈妈，你不要急了，你这样吧，你打进来过了之后，你打进来之后。你再叫人家写封信说你打进来的，好吧？一滴都听不出你的声音呀，我怎么搞的啦？你这耳朵有问题、啊，你这耳朵有问题啊？嗯。楼道外面听听看，卢台长，你说说看，听得出啊？我都听得到你声音啊，你听不到我声音啊？哦，我现在我到外面有一滴声音了，我。嗯。我急死了。不要急呀、啊，卢台长，我上次一路的不好，我想给你看，我五九年的，我说一九五九年的属猪的。我说你的肠胃不好，台长。肠胃不好。对呀、啊。肠胃不好，你身上有一个鬼呀、啊，很厉害的，叫火鬼，火啊，浑身着火的，听得懂吗？什么鬼啊？就是你家里的过世的亡人呐、啊，一个老太太呀、啊。家里过世的亡人啊。一个老太太，那我要那你多少的小房子啊？67张。台长。67张小房子。67张小房子，就是像我某某某的要经者是吧？对对对，写你自己的要经者就可以了，好吗？67张啊。对，67张小房子，老妈妈不要急啊。放生的。放生要放600条鱼。我现在要600条鱼放了，另外再放600条鱼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好吗？还有呢，台长我。还有你要当心啊，他现在在你头上，所以对对对，所以你的头经常痛啊，头痛啊。对对对。而且呢，头还有点晕啊。对对对。所以你自己。对。老妈妈，你自己要赶快帮他念掉，不念掉的话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影响你的眼睛，眼睛也不好。哦，马上念掉的。眼睛也不好，耳朵也不好。对对对。我。对对对。还有啊，他经常还在你的身体上，所以你的小便也不好。明白了吗？对对对对对。你要自己，他在你的肾脏上。对的对的。所以你的肾脏和腰都不好。对对对。所以你自己赶快要念掉，
你呢？赶快念掉，就是67的小王子放600条鱼，台长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他应该就走掉了。你呢？过去年轻的时候台长，有点杀业，台长我，年轻的时候有点杀业，有点杀业。啊，你杀这种鱼啊，什么东西啊，买回来活的啊，哎，我就又听不出声音了。就是有鱼啊，什么东西台啊？长，你杀掉杀业啊，有杀业。台长，我想。台长。台长。哎，我听见了，你听不见我声音啊？台长。哎，这个真的要命。台长。这个电话线不好啊。台长，我想问问我女儿看。台长。哎，你讲啊。看看我家佛台怎么样？佛台啊，哦，台长，我听的，我听的，哎呦，魂都被你叫了。卢台长，我听得到。你好，卢台长。我听得到。感谢卢台长，感谢菩萨，台长。你听录音吧。台长，我想看看我女儿，1984年属鼠的，老鼠的。84年的老鼠啊，对啊，他那个婚姻怎么样？婚姻状况怎么样？他都现在不好啊，不好啊，不好。不好，他现在年纪就好大了。对呀、啊，他过去谈了一个呀，对呀、啊，过去谈了一个。啊，不好呀、啊。对。你让他，你让他要最好能够多吃素啊。他吃素了。啊，吃素了，你叫他多念心经。对。好吗？多念心经。台长，他今年能不能做得到啊？不知道。你要叫他要、啊，你要叫他念大吉祥天女神咒。啊，他念的。叫他要坚持，念到一定的时候，他就成功了。哦，要他坚持念，今年就是靠他做得到吧，台长。不知道，应该8月份吧，应该有一个机会，8月份，台长，我们的佛台啊，到几月份？8月份。哎，8月份，你的佛台上有一个神啊，我不知道哪个神啊，台长，我的耳朵不行，真的听得不到。台长，你给我加持一下，让我听得见，好不好？你的耳朵不好啊，我听不出。你的。台长，你的右耳朵很不好啊，对对对，你给我加持一下，让我听得着，台长好啊，谢谢台长，谢谢菩萨。我加持你一下，你就把它换到左耳朵来就好了。你把它换到左耳朵呀。哦。换到左耳朵就清楚。台长，我的飞到左耳朵了。好吧，因为台长告诉你，我刚刚给你加持的是左耳朵。台长，谢谢。你呢自己的不要着急，要多念经，多许愿，多放生，好吧？女儿的事情啊，有机会就有，不要去硬凑，凑到后来她的婚姻很痛苦啊！你说说看你对你有什么好啊？对不对呀？对。啊，就随缘吧啊，好不好啊？台长。我家的佛台菩萨来过啊，佛台菩萨来过啊，护法神来的呀，来过的啦。哎，护法神。菩萨，我女儿的工作状况也不好，她你看看她怎么样？你女儿嘛，你这个女儿嘛，就是有点孤僻呀、啊，不大愿意跟人家多沟通、多讲话，听得懂吗？对对对，你要给她多念心经，让她心里能够想开一点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就是太让他想不开了。好了，老妈妈不能跟你讲太长时间了，好好叫他念准提神咒念下去，还有念大吉祥天女神咒，还有念心经，他会找到朋友的，听懂了吗？懂了，台长。他这个老鼠是穿什么衣服的，台长？什么颜色的？深色的，穿深色的老鼠。深色的是吧？现在那我那个猪穿什么衣服的？59年的猪啊，我看看啊。59年的猪，穿偏白一点比较好。
白色的。哎，白一点的，穿了淡。白素清对淡一点的颜色的是吧？哎，对的，对的的颜色，好吧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老妈妈啊、哦，你自己好好的听师傅的话，好吧？哦。我现在帮你右面耳朵也加持了。也叫哦，谢谢台长，哎、谢谢菩萨。好吧，啊、哦，我会好好念经的。你一定要好好念经啊、哦！好了，好了。哦，台长，再见啊、哦！再见。再见。台长。再见，再见啊、哦！哦，再见，台长，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，啊、谢谢贵世菩萨。嗯。哎，很可怜的老妈妈，所以、啊、真的加持呢，不是目的，是可以把它暂时疏通，但是真正的要好呢。还是要靠他自己念经消业障、啊、所以一个人消不了业障很可怜的，明白吗？也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的消业障啊！等等啊！喂，台长、啊，你挂掉了。你的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老妈妈，你挂掉了，你不能不挂掉的。我台长，我你的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台长，谢谢台长，看一下吗？你要挂掉，你不挂掉，人家打不进来了，老妈妈。谢谢台长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女儿生了有没有灵性啊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84年属老鼠的。嗯，没有没有没灵性。没有的。小灵性，小灵性，给他念点往生咒就可以了，好吗？就你往生是那个小房子不用的是吧、啊？小房子是你身上、啊、有掉过孩子、啊，你不知道啊？我身上掉过孩子，我女儿的、啊。你女儿现在身上没有啊？没灵性。女儿没有的。哎、啊，没有灵性。好了，老妈妈给、哦、老妈妈给人家打打了，这个电话救命的，你不能再讲了啊、哦！挂掉，挂掉。哦、谢谢台长。挂掉，挂掉啊！啊、哦嗯哦，挂掉，谢谢台长、哦，谢谢台长，好、哦，谢谢台长。哎。怪不得这老妈妈不挂，人家都打不进来了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。哎，你好。嗯。师傅，我看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嗯。我看一下一个亡人，男的，叫陈初勇，陈耳东陈的陈，初是初始心的初，永远的永。男的，陈初勇，2005年去世的。我、哦、看到了，哇，蛮高的。家里人给他念了几百张小，嗯，玉界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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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不懂啊？哦，玉界天，嗯，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嗯、那还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应该差不多了，再念，如果这比较稳固一点，还要念62张小房子吧。62张，好的好的，一定念。感恩师傅、嗯。师傅还看一个同修53年属蛇的女的，她的身体之前很不好，看一下。53年属蛇的是吧？对，女的，是弟子陈素了。53年属蛇的。53年属蛇，53年属蛇女的，想看哪里啊？就是看她之前就是一直在便血，就是尿血。我看看、啊。看一下她身上有没有灵性。啊有啊，哎呦。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叫她赶快忏悔啊。他身上有一个灵性啊、哦、是感情上面的，嗯。哦，感情上的。嗯，好的。你叫他，你叫他自己好好忏悔、嗯、他有犯过邪淫，嗯。嗯，好的好的，他这个忏悔礼佛要念多少遍？18遍。嗯。18遍。嗯。那师傅他身上的那个灵性大概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我看一下啊。嗯。63张。63张。嗯。好的，放生多少条鱼？180。嗯。好的好的。
师傅最后看这个莲花196614年香港拜师的莲花。9966，男的女的？女的，14年香港拜师。在啊，莲花还在，嗯。啊，莲花还在是吧？嗯。好的，好的。好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好的，师傅好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他们自己也让自己再见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好。哎。麻烦你问一个亡人。嗯。叫杨斌。杨。杨的杨。木易杨。文武斌。对。杨斌。男的女的？他是男的。15年走掉的？不是，他是今年2月份的。啊、嗯。是不是圆脸呢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是那个师兄没跟我说。啊、嗯。你去跟他讲好了，在阿修罗道。嗯，师傅，他是这样的，这位亡人呢，他是也是学过念经的，但是没有吃全素。嗯，他也渡人，也立过几个佛台。那天去世那天晚上，他是吃完饭还好好的，完了他也本身有心脏病，吃完饭以后吃药了，但是晚上8点多呢，突然脖子和肩膀非常僵硬，完了躺在床上就不行了。他的妻子呢也是同修，用两场法会的功德求菩萨妈妈保佑他病情能好，但是还没抢救过来。他妻子觉得他这应该是不会这么快就走的，嗯，完了他想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两场功德，两场法会功德没有把他救回来，不够呀，我看看都是什么原因啊，我看一看，嗯，叫什么名字再讲一遍，给他看仔细一点，杨斌，木易杨，文武斌，男的。好的，时间到了。时间到了，他时间到了，嗯，把他带回走了，带走了。哦。哦。他在那个阿修罗道还是做官的呢。嗯、源头、哦、是吗？啊，源头现在我看着他头上戴帽子的，嗯。哦。嗯。师傅还有一个事情啊，就是他去世的第二天，嗯、有一位修的挺好的同修、嗯，也是梦到这位去世的师兄了。嗯。说做梦的这个师兄梦到，听到他亡人的妻子说，亡人本来还可以活10个来回呢，这什么意思、啊？十个来回，也就是说十几天呢。啊，反正是劫到了是吧？就劫到了，他是劫到了，他被带走的。我看看谁来带他的，嗯、等等啊，杨斌，哎，我看看谁来带他，啊，天官。嗯，哦，看看他上去干嘛？嗯，啊，这个人挺会算的，嗯，人是不坏，人挺好的，但是这个数学啊、哦、数学应该挺好的，因为我看他在现在在天上是算东西啊，哦、算数，算什么东西呢？嗯，哦，嗯，带回去，叫他不要难过，没事的，嗯、在天上呢。嗯，他要是不行的话、嗯，我可以叫他下来看他的。嗯，托个梦是吧？好吧。嗯，嗯，没事、哦。那好，谢谢师傅。嗯 嗯，还有一个是同修的孙女，是2010年属虎的女孩，今年8岁。想看什么？生下来就是，他是他是唐氏综合症啊。生下来就抢救，不是，他是脑发育不全。看看全身软软的，没有力气。啊、哦，不是没有力气，他骨头都是软的，脖子都撑不住。是吧？啊。是他全身软软的。啊，脖子都撑不住啊！哎，要命！嗯、活不长。还有他这个活不长的。活不长吗？嗯，这个孩子不应该出生的、啊，嗯，不应该出生。嗯，那这个同修
你问这个同修是不是求来的了这孩子啊？因为这是同修的孙女儿，他的父母是不信的，嗯、也不念经的，哦、信但是不念经。嗯，很麻烦。现在几岁啊？八岁。他要过十二岁才会慢慢好起来，但是十二岁过不了的话，他就走了。嗯。哦，那师傅能看他现在，同修一直也用三大法宝，一直在救他。同修没用的，他爸爸妈妈不信没用的，嗯，救不了的。信倒是信，就是不肯念经啊。不是不肯念经啊，杀生啊，还吃活的了，那就麻烦了。哦，嗯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那师傅，你看这个怎么好呢？这个念经啊，两边念呀，还是念是吧？两边念呀。同修，嗯，嗯，同修他一个月之前给孩子许愿1258张小房子，一年内完成。师傅，你看他这样行吗？行的，已经因为他这个愿力，已经给他孩子开始转好了，嗯。现在虽然浑身无力，但是他的腰椎啊，腰椎这根骨椎啊，他已经开始硬起来了，开始竖起来了，腰椎。啊，已经好转了是吧？开始好转了，嗯。嗯，那这个放生还需要多少条？850条。嗯，那好。那好，谢谢师傅。嗯，好。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，能够看我这个佛台吗？我养什么花，这个2-3天就坏了，就是干枯了，是我这气场不好还是什么原因呢？我现在就在。你养富贵竹嘛就好了呀，富贵竹。富贵竹也是2-3天就黄的就不行了。看看、啊。人家养的好好，我一拿过来就不行。啊、哦，你家里有个倒挂煤的鬼呀、啊。赶快给他念掉，眉毛倒刮，头圆圆的，嗯。大概多少需要多少张？看看啊，59吧，先试试看，不行的话要加到27，再加27就好了，嗯。啊，那好，谢谢师傅，自己让自己背。好，谢谢师傅，再见，再见，嗯、再见，师傅，嗯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师傅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师傅，对不起。各自一张，各自背。那师傅，请您看一个1980年的，属猴的。你真会讲话。各自业障各自背，就是师父的业障自己背。啊，不是不是，他的业障不让师父背，对不起，有点着急，没说完，对不起师父。你就冲着我说各自业障各自背。不是，嗯、我们的业障不让师父背。你讲啊，想看什么？啊，1980年的属猴的。80年属猴。男的女的？啊，男的，他那个工作，他目前。没工作，如果他想找工作，在法国、德国和澳洲三个地方，哪个发展会更好呢？德国、法国、澳洲。对，德国、法国和澳洲。你叫他德国比较好一点。德国。嗯。行，好的。好吧。那他那个做哪个你做哪个专业的？因为他之前是做环保行业的，那之后他想自己创业，他有没有可能创业呀？他这人胆子太小，怎么创啊？哎，师傅您太厉害了，真的这样。胆子小的嘞，一看这个图腾就知道，整个图腾全部缩在里面的。啊啊，那他怎么办呀？其实我也给他念大悲咒，然后他自己念，但是不太精进。叫他精进一点呀、啊，本事嘛是有的，压力嘛是大的，啊、胆子嘛是小的，钱嘛是少的，真的，师傅你说我条条都中了。啊，然后节约嘛节约的臭要死，就会在老婆面前节约。嗯。他什么？
就会在老婆面前节约。你要记住，让他要开源节流。开源就是要出去，要出去找工作。环保的话，你要多做善事，你会有工作。叫他多出去接触人。我们佛友当中，有的人就会搞环保，就会找他，给他介绍，明白？好吧。那就是在德国是吗？应该在德国。哦，行，好的。那这个他业障比例呢？业障比例。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1980年属猴的。哦，他业障怎么这么重啊？业障重是吗？要29到31呢，到31。哇、行，那我告诉他，对，他，你之前讲的他不太愿意拿钱出来做功德，我跟他讲过，他不听，然后我跟他讲，。好吧。就29，他身上有没有灵性或者是流产的孩子？他男的女的？男的。身上你怎么说他身上有流产的孩子？因为有时候不知道会不会，比如说跟他的那个前任朋友在一起，会有流产孩子，会不会到他身上？身上灵性是有一个，在头部，在头部。他的灵性只要搞他，他就发呆呀、他经常在家里发呆的。天哪，他不出门，那就是咱们一个，真的是这样，师傅。他灵性发在他家在搞他的时候他就发呆了。对，他真的是挺，有时候我也觉得他愣的是。傻的来不得了了。那现在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当时他是新人，他不我跟他讲了这个心灵法门之后，他马上开始念经，但是台长的书他就是英语法语那个德语他都看完了，就没有资料可以看，导致他学看别的法门的开示，然后就开始打坐了、然后我也劝不动他。哎呦，那就你可不可以针对这问题说了我一定跟他说您给他的开示。你就告诉他打坐也是通经络，是个不是一个坏事情，但是问题控制不住自己的意念，杂念纷飞就会出偏差，出了偏差那你就被鬼会附身，附了身你就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啦。对，我懂，但是我说不通他。说不通他，所以西人特别喜欢打坐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对，是、因为他们难得的得到一种叫 meditation， 就是一种安静啦、他喜欢一个人啦、安静啦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实际上他就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环境。但是一个人虽然有安静的环境，不一定你心就能安静下来啊。对，给你这个环境 situation 给你的话，你心就能定下来了。他做不到，他跟我讲过是啊。行，好吧。那我告诉他和他母亲的冤结也挺深的，就是他妈妈特别，就我婆婆特别牵挂他，那这个需要多少小房子帮忙化解呢？你有一个方法，他要打坐你就叫他每天打坐之前念7遍大悲咒。好的，好吧。好。然后你要告诉他，你打坐只能一段时间停一停，你一直打坐下去，你难保哪一天鬼上身的。行，好的，好的。OK。我跟他说，那就是他跟我婆婆的冤结呢，就是需要多少小房子化解？因为我婆婆特别放不下他，就牵绊特别深。多念心经呀。给我婆婆念是吗？对呀、因为跟你婆婆两个人前世的感情深得不得了啊，双胞胎。啊？那我猜错了。好的。那个关于他的性格、做人、做事上，您可以给他些建议吗？比如说刚才讲他比较胆小，那他以后要怎么去注意？怎么注意的话，做人应该怎么做？应该随缘、放下、无所谓的嘛。一边帮助人家、一边找工作，一边做工作一边帮助别人，你就会其乐无穷，跟他讲。好的。你告诉他钱不重要，不要有这么大的压力，只要有地方住，有地方吃饭，只要能够维持生活和生命，
人再多的钱啊，到了最后不就是遗产吗？你能够自己够吃够用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啊？给没有必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的，老婆都没嫌弃你、嗯、你自己就好好过你的日子不就好了吗？对不对啊？对对，是好的好的，我转告他。您可不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，因为有同学梦见我们俩会离婚，就是我们俩会不会有这个离婚的结。我是88年属龙的，他是80年属猴的。目前还不会，目前不会。那目前不会，是不是以后就可有可能？这个最好不讲，因为你们曾经有一次吵得很厉害，嗯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差点要崩掉。是，当时我去别的地方。但是他念经和你念经之后，你们这个恶缘消掉很多了，已经。对，我们现在非常好，真的得益于师傅。有一次您点话、啊，我当时我跟他彻底的忏悔，啊、然后后来好多了，是这样的，对。是的，他特别感恩师傅。他憋在心里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对，他很多事不跟我讲，他、啊、不跟别人讲。好啦，傻姑娘，不能再讲了。啊、那我需要念多少小房子可以化解我们这个关节呢？也不多，一直念下去，念个1200张吧。嗯。1200张，那是给我的妖精者，还是给我们化解冤结呀？可以念600张化解冤结。好的。再念600张是。消掉你自己的业障。好好的，我的好的。那个我的业障比例呢？业障比例，你看你有黑点的，你有34、啊、有黑点。我业障是34%。嗯，你这个孩子就是过去情债方面欠的太多了。哦，您说是他是吧？你呀、啊，你跟他都有啊，两个人。哦哦。你比较多一点的，你以为你好鸟啊？我不是。好了，我不是乌鸦乌鸦。那我一旦OK， 那那个有灵性吗？好了，给你一个人问了，现在没有灵性，你就把这些经文小房子念掉嘛就好了。对不起师傅，那就看我莲花可以吗？特别着急我的莲花，17128。17128。17128。长得不是太好，还没掉下来。嗯。哦，行，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您，师傅保重，师傅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见。